大家好，我是展一文。最近从加拿大回来之后，由于这边倒时差，头又特别特别的昏。但是非常生气的一点是，他们竟然趁我在倒时差的时候去吃了一顿火锅，火锅啊！不行，头又开始昏了，我要开始倒时差了。听到小王哥，怎么？你那个，我跟你说的是，你要么过来一趟吧，我现在管不了他们了。他们现在这么晚吵着要出去。啊？什么？你说什么？他们要出？我说他们几个。啊。对，我说我管不了他们了，他们这几个这么晚，他们几个吵着要出去。啊，他说你不听。啊，那好，我现在开车，我待会儿吧，待会儿我马上过来。啊，好吧。过来一趟吧。好。你们要干嘛？造反了！现在你们要，问你们说话，不然照着直接一个电话把我叫过来干嘛？嗯？我们要出去。出去？几点了？几点了？很快的。不是你们出去干嘛？现在几点了？我说。你品随行吃个饭。对啊。随行马上就要走了。请他吃个饭啊，然后反正也要走了吧，不用很长时间，是，对啊，就聊聊天啊。你们几个人啊？全部一起去。渴了吗？不是，你们先看一下现在几点了。不用很长时间。对啊，你们不能点外卖吗？11点多钟没有外卖的，点外卖没有那种气氛。对，毕竟他都要。我们还是舍不得他。现在11点，我们吃到12点钟回来。行吧，我给你们1000，可以吧？可以啊。我叫个人跟着你们。可以。嗯。可以。行，那我给赵林说，你们先走。这么晚了，哎，他们明天还得训练，不能让他们出去。现在马上都12点了。不是，之前你给我打电话的时候，我也想，就是他们这么晚干嘛出去？就是对，他们一直吵着要出去，然后说他们也不听，最后给你打电话让你过来。是不是他们跟我说孙一航过几天去日本了？他们想一块吃个饭。哦。之前他们有跟你说这个原因吗？他没跟我说具体的，他们只是说想出去吃个饭。嗯。问他们为什么要吃饭，我说这么晚还吃什么饭，明天还得训练，他们说一定要去。所以我给你打电话，他们怎么说都不听，怎么说都不去睡觉。所以我给你打个电话，让你来过来问问他们什么情况。我这让小生跟着他们嘛，就是反正出了什么事我担着。行吧。可以是吧？嗯。那 OK。所以好，你要吃啥呀？再决定吃哪。火锅。那走吧。我在哪儿啊？挡着这附近火锅。叫国平，真是。今天必须得吃辣的，你必须得为了孙杨吃一次。哎，这个吧，24小时可以。我放在手机上，往嘴上吃。那我们来马路说。
小队你们自己来吧，喝个杯。今天不醉不归，不醉不能走。这个这个我们是个土耳所整个给一首定格纪念。可以吗？哎，日本，他的音乐声音会收到吗？应该可以，很早。要不？失败的下脚了爬墙，路过燕子墙角般不会一空旷。天真的我在埋怨，不明白幻想，不是才会变得匆忙。出现迷失了方向，阳光迷失在下雨的小巷，可能第一起风扬过我的模样，好像重写过后的时光，单纯年少的心脏，模样的花香总是骄傲，总是跌跌撞撞，这世界变化受伤也要飞翔，轻轻地抬头仰上，描画形状，保佑世界每个地方，涂满着花香，花色越长越少，给执着的你，我下时光不再迷茫，每一次有眼光芒。你过几个月回来一次，直接来到这儿，来到了你回来我就。假装展英文在这里，我们把这个拿到这里。六个人在一起，因为展英文在这里。知道，我来吧。五，哎，等一下，三。Yeah.
我们在等去雨雾中学的巴士。别抢，巴士到了。现在只剩下你们三个人了，干嘛？我在那边问清楚。别吵了，方小瑞，你在说什么？你们到底在干嘛呀？我们不是应该是当伙伴吗？我赶紧认识，接着上班。Thank you.